何家有女初长成香港赌王何鸿燊的四房千金，超星被视为家族中最得宠的掌上明珠。亭亭玉立的小公主今年虽然只有14岁，但是也引来不少少男的追求。近日又有小公主与疑似男友甜蜜 shopping 的照片在网络上疯传，超星身穿连衣裙搭配小外套，一名年龄相仿的小男生相伴其旁，两人有说有笑，还分食一份雪糕，看来何家小女已是情窦初开了。